麻坡的慈济志工为离癌一年还处在治疗阶段的法亲刘丽慧庆祝48岁生日，希望自己快快好起来了，就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我希望说丽慧师姐能够把自己的身体养好，重新归队，我们在等候着她一起来为慈济付出。考量到刘丽慧的健康状况，庆生蛋糕由志工亲手制作。因为丽慧师姐不可以吃到外面的东西，要很干净的嘛，所以至少我们自己做，我们只知道干不干净嘛。也师姐吃了比较放心，我们也比较放心咯。水果与点心也有志工早在前一天就已经准备。让他知道，身边有很多人在关心着他，希望他这一份我们的用心，给他一个，给他加油打气哦。有缘同修菩萨道，志工送上关怀与祝福，希望刘丽慧能早日康复，重回付出行列。台视新闻徐伟庭、苏欣怡、卢香槟，马来西亚报道。